不流汗了，帮他擦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样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，补个妆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了，补妆了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给夫人，忘了，我也是，你拿过了，太多了，没了，3600，不是妆，好了，手术拉高了，哇哇，太厉害了，刘海里面，哎，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因为太多了，无微不至，无微不至，啊，没事，谢谢谢谢夫人，这个我先收起来，哎，怎么了？有个姐姐在皮子有脱皮，你帮她抠掉。谢谢谢谢，真的真的，她那边有皮，是鼻屎还是皮呀？不是脱皮，鼻皮啦，所以其实是福利的，对，不是错。来来来，两位先聊哈，那个莫瑞，兴趣是什么？你先聊，兴趣是什么？先聊，星座，先聊啊，不喜欢我等一下，我们再换。Oh, no.
好笑，帅哥帅哥，有哎，哎呦会唱，那个帅度是出来的。对，上次来我很深情嘛，没有觉得这么帅哦，因为有唱歌，坐着聊天，有唱歌，这一次有你有光发光了。然后真心话还是要问一下，川唱很热对不对？对，你的脑汗对。哎，这温度蛮高的，哎，我川藏新歌川藏都已经热成这样了。对啊，这什么天气？对啊，来到勤政殿吃麻辣锅，勤政殿不是啦。你的平常唱歌很有韩风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的共鸣也是韩腔哎，气音比较。他这个，你会开车吗？会啊，手排的会吗？手排的不会，手排的我都开自排的。我一二三四五六嘛，但是他就是换挡啊，你要懂得这个车的 RPM。RPM 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转速吗？引擎的转速哦，转速不是马力哦，马转速哦，转速。为什么会讲这个？你的声音呢？你要去知道自己的 RPM， 你的引擎的力量有多大？这第一个，第二一个，你在哪一个档位换挡是最适合？好吧，切换最高音的假音，你再唱一下我听听看。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。OK， 好，这最高音到 C key 的什么拉拉，好拉。我虽然绝对音感没有那个露西派那么强，但基本上都还可以。你应该可以到 C 或两点多啦。你说它可以再更高，这是你的马力啦。哦啊，我的马力可以到三点的音啦。三点哟，哇哦，惨叫声。惨叫声，没有没有，做到什么玉米了？这个已经很棒了。所以你哦，他是找到他小用小嗓在唱，那到这个地方他就能一个换挡。对，所以你回家好好把这个换挡的位置认真的去。那那那那那那，用这种气音，哎，你会超屌。这首歌本来就是你会超屌的这个换挡，对，很好听。切换才是。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，这样子就算还好了。以为要被称赞了，怎么还不错吧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 ，OK 啊。哎，不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可以更好，可塑之才，来日不得了。哎呦，所以才会愿意告诉他，有些烂咖出来我随便讲一句啊，谢谢谢谢就走了。那怎么办？他没有关系。我告诉你，说你高音怎么唱怎么那个吗？没有嘛，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对呀，那就一坨废铁，你好惨哦。所以你这个很棒。然后刚刚那个用韩文唱，老师你刚刚听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很帅啊！哦哦，对，刚刚你在唱的时候，我的右边耳朵一直听到哇哇哇，这是粉红泡泡吗？爱心出来了，有爱心，对对对，这个等于是叫做灵魂出轨，哎，灵魂出轨，欣赏。然后这个双语唱，你那个韩文的意思你懂吗？对，你不是用空耳，你直接用韩文。韩文滴流汗了，帮他擦一下。来，这样我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补个妆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了。补妆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为什么？不是啦，这样。弟弟真的是那个。我们这样子啊，给夫人呐，给夫人啦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来，给夫人。忘了，王老师，刘海里面，无微不至。谢谢夫人，这个我先收起来。哎，纪念品。要小心大姐姐啊。都火火那个熟女。然后你这个歌等于是这个歌。的韩文是自己写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看，就是那种中韩的综艺，然后就知道有一个团体叫做 Oppa Music。Oppa Music， 对，他们很常在做，就是中文歌翻韩文歌，Oppa Music。对，然后我之前就有翻唱过他们的一个作品叫《下雨天》。哦，下雨天。对，就是粉丝很喜欢啊。对，然后粉丝很喜欢，然后这个很好啊，音乐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嘛，就跟哈啾一样。是哈啾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，大家都听得懂。不是微笑吗？哈啾，这个是康德600的广告。对呀，别来看广告了。广告看很多，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。然后这個音乐也是，嗯，那你加上不一样的这个歌词啊，或者什么？哎，对，说不定通过这个渠道让全世界认识你。对，对，那个味道啊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
那个姐姐这鼻子有头皮，你帮她抠抠掉。谢谢谢谢。真的真的，她那边有皮。是鼻屎还是鼻呀？不是不是，头皮鼻鼻皮啦。所以其实福利就对了。鼻皮，我就觉得。你那个潜力是很大的，唱歌我才会让台湾人有没有刚经过两关的测试？宪哥呢有开了一家南摩，阿弥陀佛，你们基督教的南摩会馆的会长，是见不掉，老公不管，南摩会馆嘛，老婆不管，苏雅会馆嘛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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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赞。